Enter，Y，Enter，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旋转比例零度，所以按 Enter。这样的话呢，它就会把这个图档哦加到这边来了，有没有加到这个地方来了？那你可以把它选取之后的话，按右键哦，移动到你想要放的位置上面去，好，这边可以移动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一个电脑就产生。当然它的大小哈，如果你不满意的话，你可以再用那个比例的方式去做调整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它插入进来之后，它实际上呢，你还没有办法去用比例去做调整，因为它进来之后的话，实际上它是一个图块，所以你必须哦，如果说你要做相关的调整的话呢，还要做一件事情，所谓图块就是已经被群组起来的一个物件，那你要把它这个观念里面就是取消群组的话，实际上哦，在这边就叫做分解。好，你现在分解之后的话，你要改变它就很简单的，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哈它的尺寸，这个旧的尺寸呢，宽度我希望把它调小一点，你可以用这个所谓的比例有没有？然后可以把这个地方呢基准点点一下吧哈。那大小的话，你可以用 R，比如说我希望宽度变100好了哈。那从这边到这边好了哈，它的尺寸我要变成什么100，Enter 有没有？这样就变100了。那这个电脑的话，你就可以马上画出一个电脑出来了。哦，那利用所谓的什么呢？